我要100分试卷给你。啊，好疼啊，我想变出名，魔法变。天哪，快看呀，白雪竟然尿裤子了。啊，怎么是这种出名呀，我要变成天下第一好看的人，魔法变。好可爱的小孩，跟我回家吧。不要，快放开我。天哪，许愿喷泉，我要给你打0分。凯莉，快帮帮我们吧。什么？许愿喷泉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们别急，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我要漂亮的公主裙给你，我想吃炸鸡给你，我还想要乐迪玩偶给你。奇怪，许愿喷泉没问题呀。怎么可能，之前不是这样的，难道是有人在捣乱？是谁捉弄我们？真是太过分了，其实就是我干的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可千万别告诉他们，你们再试试吧，这次肯定没问题。啊，还来，完了，我坚持不了多久了。我先来，我想要最新款的游戏机给你。啊，怎么是尖叫机？我要美丽的水晶鞋给你。好臭呀，怎么是白雪的鞋子？我想要好多好多零食，给你，给你，都给你。天哪，我受不了了。喷泉，快停下，你把大家都熏跑了，我停不下来了。凯莉，你快走。10、9、8、7。凯莉，你快走呀。我不走。喷泉，你到底怎么了？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你是谁？你有什么愿望吗？许愿喷泉，你怎么了？我是凯莉呀。什么凯莉？我不认识。小精灵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？许愿喷泉太老了，他的记忆错乱了，为了防止再出差错，我要把它拆掉。不可以，不能拆掉它。小精灵，许愿喷泉一直在这里，他是我们的朋友，能不能不拆掉它？如果不拆掉，它还会乱来的。小精灵，你肯定有办法，就帮帮我们吧，我们真的不想失去这个朋友。那好吧，我试试看能不能把它修好。精灵之力。啊，许愿喷泉怎么变成2个了？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给你100分试卷，给你明星话筒，给你美颜面膜。看来魔法失败了，这2个喷泉只能留下1个，你们要留哪个呢？我选择1号喷泉，虽然他失忆了，但还是我们的朋友。我选2号喷泉，你看他不断往外喷东西呢。可是他不是我们的朋友，我选1号。凯莉，你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还是问问大家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说留下哪个喷泉呢？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